超大，大到把我整个遮住了。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小卡，然后现在运输来看那个存货怎么样。我们现在在拍照，新的明信片。这边呢，这个是立光的，立光是比较本身比较是生活品牌，然后比较想要是你可以在家里创造一个这样子很舒服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就是 Daisy Cole 的， Daisy Cole 就是比较油画的风格。然后在这个下面呢，我写了一句话，好好生活，以此回报爱我和关心我的人。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生活，大家都能保持着自己的童心，然后好好的生活。然后再来呢是 Dharma Family 的，这个我特别要求设计师说，我想要就是这两款不同的感觉。这一款比较是水墨画的，然后这一款就是有打野爷的，因为我觉得打野爷在他们品牌真的还是算很标志性的人物，所以想要有这两种不同的款。我们都会放在就是我们的寄件包裹里，那就 depends on what do you buy， 那你就会拿到相应的小卡，希望你们喜欢。那每个小卡呢翻过来都可以自己写字，后面有 QR code 可以扫。那立光的我也有拍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我现在正在拍 Prada 的月饼礼盒。在工作，我呢吃个豆花配个北门，觉得怎么样？收到思湖送来的月饼礼盒，开心，是他们的招牌。哎，这个好像没吃过，谢谢 K。我超喜欢吃他们的可丽露的，外面很酥，然后里面软软的。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超惊艳，一直都超喜欢吃的。夏令营呢，小仙？应该还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！啊，你发现相机了？啊！
水擦掉一下就，它就变刺猬头了。宝贝，我们到哦。直接抱起来就好。妈家里。没事啊。啊，没事。是是，谢谢。没事啊。阿妈抱抱，阿妈抱抱，阿妈。小仙女。秀，小仙女，阿妈抱抱。刚刚送 Mira 离开了，然后我们要再整理一下他的房间。他刚一瞬间哭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突然就心碎了。就是刚买的衣服已经太小了，已经不能穿了。啊，干嘛？整理啊，整理 Mira 的东西，还有他的小帽子，等他回来戴。Here comes the moon. Help us.